一边十二个人，就三个替补。还要替补，无所谓，你随便上。孩子都上了。对，我说我们擅长人多。我一会儿下载。一定要到14打14才体现出我们的优势。大老远带着我，真的。我都用那个 third party 的。third party 的 app。你看人家装备，主席快。你可以升级了，你在上面就一个。你看人家上面多少东西，还带着。可能更多一些随笔。我靠，这上面三个啊！对啊，他是所有的角都要全卡我的。然后你三机位集锦，对，我们中午在这踢球的时候，就全都是有赛后总结的。我其实今天应该可以从那边放一个，两边来。现在你光放这边的话，在场地那边活动一个就看起来比较小。就是哪边离 camera 近，你就在那边活动。对，应该对面站一点。对。就是我们平时中午的时候，因为有太阳光，环境好嘛，就吃饭在这边。对，早上这个光线的。主要是有些导演今天没来嘛。还有数位导演。画个圈，你的师傅也不会跑。他这个是自己搞的，对啊，自己搞一个，看两个手机，他可以两个三个，对，两个手机加一个，根据时间，而且把人给标出来，他可以 sync， 自动把你的 highlight 给搞出来，挺好的，这可以那什么，自动那个什么，可以做成免费软件，他在就是说。湾区华人工程师什么都能搞起来，然后结果一个球队搞到最后就是那个公司了，我操！对，他那个全系很有 iPhone、安卓后端都有。哦，像你说那些处理是在后端，对他就是先拍下来，回去以后估计20分钟就把所有的什么 highlight 什么把人标出来，他就识别了。每个人的罪证都会被标出来，对，每个人的这个谁把谁踢了之类的。你什么队啊？我不知道哪个队。我知道，我周六跟你们跟他们一起跟侯队一起，咱周六跟。来就是人少一点。说，哪里去了？妖怪之来的网。去。蛮踢的。昨天那个微信说的首发选手。Thank you.
量不如大家增加跑动，但是身体对抗这种力量比较多，增加跑动的。你怎么也有上吗？好，加油加油！你好。对，按平常靠放就是放。这黑棒开始黑。哟，这棒谁知道？太专业了，太专业了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尤其是下了山之后再踢球就脚就那个，你这太不把自己的脚当树了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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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我上不上都无所谓，行。那你先看会儿，一会儿再上。我估计是吃不了了，刚才就太累了。为啥吃不了了？哎，贝尔，昨天怎么了？我昨天在山里，回到家都9点，一晚上就。每次把自己走废。已经。安迪，你那棍子呢？你那滚子呢？你去哪儿？包里，在包里。你包打开，就那个蓝色包打开。这个。啊，对对，下面衣服下面有一个，扔了。就，对，就坑里昨天开始。小一点。这有小孩几点起来？该是。